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无数次的痛苦挣扎，无数次的跌倒伤疤，是认命还是选择面对人海中做一下，眼泪也曾划过脸颊，哽咽的声音变得沙哑，也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在坎坷我也不怕。贪多情和庸碌落下，没什么会让我感到恐惧害怕，相思而生的宿命，你会骄傲吗？见识一下真正的绝望。小心，这里是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的意识已经被取代了，这里是本王的世界。姑娘，你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他的力量又变强了。放轻松，两位，在我的意识世界里，自然有我的规则。规则一。在这里，我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什么？可恶！等等！找死！我的幻魂力被牺牲了。规则二，你们越使用幻魂力，我就越强大，这样只能加速我的复活。什么？说你笑。姑娘，
规则三，失败者的还魂力会归我所有。什么？春晓，姑娘，我还记得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你挡在我身前，结果帮了我一个大倒忙。这一次换我给你帮倒忙了，我们扯平了。开什么玩笑，你骗了我这么久，这笔账还没算的你别想走，你听见没有？打败他，我相信你。等等等等，你别走。小心啊，小南，我正找你呢。什么人？姑娘，别误会啊，我你现在可能想救你好运，直到在无忧森林里遇到你，我想救你，我想实现这个蠢梦。这么大个蠢子，很疼吧？忍着点啊，正好我在。呸！这事儿啊，还真得谢谢那个斗篷男。小心！今天。多谢你啊，不用。你给我一对稳赢。这么年少，自己都信了。王的气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？没有时间了，拼了命也要冲进去。力量，可惜，我说过了，你越使用幻魂力，只会加速我的复活。那我就不用幻魂力了。什么？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幻魂力的废柴，只不过我不肯承认。我以为我考进天武学院，就会变得强大起来。真是太可笑了，是我一直在骗自己。哼，看来你想通了，在我的世界里和我对抗，你毫无胜算。不过，开心点，我不会让你死，你会成为我的一部分，你应该骄傲。死又怎样？向死而生。是我唯一的宿命，我答应他，我就一定要打败你，哪怕是死。哼，这，你，你。
打败他，我相信你。什么？不得不说，你是我见过最顽强的人，你赢得了我的尊重，只可惜这终究只是徒劳。别告诉我你做到这一步只是为了华家的那个种。华家，你太小的时候就是个孤儿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因为当时的华家怎么了？骷髅王的气息消失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骷髅王大人怎么会？哎，猛虎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撤。我们也跑吧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是。这颗禁言之种比上一颗更强，要是暴露我的身份，你就死定了。啊！又来？那你让我看一下女装，补偿我一下。你，哎，你瞎饶命！我开玩笑的。哼，我替院长给你传个话，碧玲珑已经被院长收回。啊？那骷髅王依然封印在你的体内，连同你的无色幻魂力一起封印了。恭喜你啊！学了一个学期又变回废柴了，抖音老师还等着你补考呢，好自为之吧。对了，我的名字叫蓝若冰。喂，你等一下。嗯，楚小狗，你大爷的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小爷我了。他醒了。是，我来是想对你说谢谢。该说谢的人是我。哼，
一群废物。看来要由我黑月王亲自出马了。直到我遇见你转身时，